你们说他真的超爱笑，他那个牙齿一笑出来好白好漂亮。M 的哪几 ？M 的 Luna。M， 性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 ，VIP 辣妹洗头马拉松又来到了第三天，真的很期待今天的小姐姐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些分数呢？那就赶快跟着我一起去体验看看吧 ，Let's go！ 你好。又是新的，真的有，我以为可能会重复了，而且你们看她的笑容其实是非常甜美的哦，笑容美少女，等一下大家跟着我继续看下去。哼，这好痒。他刚刚一下手啊，那个力道啊，超足够的。它真的力道很足够，你们要来试试看。Thank you.
们说他真的超爱笑，他那个牙齿一笑出来好白好漂亮。M 的哪几 ？M 的妮娜。M 性感。M 包妞怼。看你吧。被这么治愈系甜美的笑容，就是服务到真的哎、欸、很不错，疗愈疗愈。欸、它力道是那种大，但是不会到痛，然后按摩又很棒哦，真的。喜欢被它按摩。它这个力道真的很舒服，哦，我真的蛮喜欢他的按摩的，
真的，谢谢，拜拜，很棒。第三位小姐姐终于也体验结束了，我觉得呢真的很值得帮她打分数。我们先从按摩看起哦，按摩的话我觉得哎真的没有什么话说，就是力道大但是不会痛，所以呢我觉得她非常的会按。五分。洗头的话呢也是不错，而且都是用指腹在抓的哦，比较不会那么痛，那我觉得可以给到4.5分。感觉的话呢她的笑容非常的不错哦，然后呢她的挖耳朵的话呢我觉得稍微要加强一点，那刮胡子的话也是不错的，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到4.5分。最后啦，美貌你们觉得应该给多少？这样子的美貌呢我觉得哎有点符合我的菜，可是我又不敢给太高分，因为我觉得之前的小姐姐确实很厉害，所以呢
4.5分，所以它总分多少呢？哇，18.5啦！那这样的分数是很高的。